执行长到达台南市以后，先在救国团台南学院以早点招待各校住院青年学生和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南区知识青年党部全体工作人员，并且互相交换意见。接着，许厅长到能力台南师专跟国立成功大学，对参加鲁迅青年学生做专题演讲，勉励大家认清时代、创造时代，为富国建国而努力。